水饺国中。水甲国中宋江金狮镇目前已经成为了我们水甲镇的特色代表，大家可以很好的欣赏小朋友他们的武打动作是多么的精湛与到位。当小朋友表演得非常的精彩的时候，也请大家不要吝啬给予你们的掌声哦。哦，棒棒，站着站着。